好，我们现在来进行量子紧致棋的对决哦。那由掷骰子来决定到底是叉叉先进攻还是圈圈先进攻。来，请掷骰子。好，我们来掷骰子了。好，叉好，叉叉先，叉好，按我。下去就开始。好，那我现在要下一个确定态。好，那我当然就下一个叠加态，在这边把它挡住。换你。好，那我要再下一个确定态。好，我下一个确定态把它挡住。好，那我现在要下一个可纠缠。好，那我跟他一起纠缠好了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同时把它转成一个颜色。好，那我现在要下一个两个好了，我下一个叠加的。好，那我方向给它用一样，这样才能判别。往上。好，那因为棋盘布满了，所以我们要开始做量测。那首先我来量测这颗，那掷出圈就是圈，掷出叉它就变叉，那另外一颗就会刚好反过来。圈，好，现在这是圈，所以这一颗会变成圈，那这一颗就会变成叉。叉。好，换你。那我现在要来判断这一颗。惨了，惨了。好，如果是叉就是留下，如果是圈就是移除哦，哈。对，好，叉叉留下，所以这变成留叉下又叉变成叉啊，叉了。这一颗就移出，所以你已我经，已经三个一条线了，我对赢了。啊，太开心了。好，